今天7点多，屏东河滨公园旧铁桥下方有一辆自小客车，因为不明原因坠入沟渠，有一人受困车内。来听消防分队最新说明。平二的116车的绞盘器先将车体拖出露出水面之后，再由搜救人员入室进行抢救。于20:40将人员救出，啊，已常被绑固定之后送往。 荣总医院。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救护人员是穿着防寒衣进入溪水当中，并且出动了机具破坏车体，救出受困在里面的70岁老翁。不过他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了生命迹象，送医后还是宣告不治。而意外的发生原因都还有待详细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闻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